标题腿软干呕这个大势女团舞台，现场突发事故，粉丝尖叫她快晕倒了。众所周知 ，idol 这个职业光芒万丈的同时，背后的艰辛也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。不少爱豆因激烈的角逐累出一身伤，粉丝也是心疼不已。28日 ，TWICE 受邀出席 KBS 歌谣大助祭，本是令粉丝开心的事情。然而，在节目现场，成员明景南疑似身体发虚，一连串亮吓呆了粉丝。当天 ，TWICE 献唱两首歌曲 ，Let's All Rise， That's It， The Night Away， 气氛一度掀起高潮。但到后半段时，成员 Mino 被粉丝发现，脸色渐渐变暗，看起来毫无力气。而在离开舞台前 ，Mino 腿软的弯着腰，撑住自己，用手小心捂住嘴，似乎还干呕了一下。画面曝光后，粉丝心疼地表示他快晕倒了。其实在事发前3天，兔瓦斯经纪公司就发表声明称，因健康问题缺席年末典礼活动，却没想到不过3日企鹅就正常出席活动，粉丝是越想越生气啊。事实上今年兔瓦斯依然兢兢业业，称得上劳模中的劳模，韩国加日本一年回归8次，连续推出多首主打歌，又要全国巡演，又要拍 MV， 还要练个练舞，身体早就吃不消了。在早前颁奖典礼上，九兔在表演4首歌之后精疲力竭，连站都站不起来，成员的身体状况确实令人担心不已。不仅如此，成员 SANA 此前就在 I 上传了成员们在练舞时候的照片，大家都已经累到瘫在地板上休息，身体明显是超负荷的状态了。2018年对于九兔来说是满满当当的行程和荣誉，在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韩娱圈，一年能多次回归是不少艺人的心愿，毕竟还有大把艺人在家抠脚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身体永远是第一位，还是希望咱们九兔能够保重身体呢。